迎收睇生活调查团，我系琪琪。嗱，而家嘅天气咧越嚟越冻啦，一波波嘅冷空气强势来袭，咁好多人咧一入冬天咧就会冻到顶唔顺噶。嗱，据我所知咧，好多老人家喺临出门之前又或者系临瞓之前咧都会饮翻少少酒嘅，几杯酒落肚，哇，成身都暖晒。咁但系讲到酒精呢样嘢咧，毕竟咧都仲系令到人好唔放心嘅。咁饮酒取暖到底得唔得咧？下边我就会邀请我嘅 partner 柏乔同我哋一齐嚟证实下。出门定阵，每年呢个时候都会有个人嚟揾我饮酒。佢个名叫黄玉士，呢个人好古怪，每次都系由东边嚟。呢个习惯已经维持咗好多年。冇几耐之前，我遇到一个人，佢送咗瓶酒俾我。醉生梦死，人饮咗之后，无论以前做过啲咩都可以唔记得，好奇怪。知唔知饮酒同饮水嘅分别啊？酒会越饮越烈，水会越饮越好。系喎。飲翻啲酒，暖下個身都好喎。咦？咁啱嘅，有瓶酒喺度。喂，琪琪，做咩啊你？失戀啊？你今日擺喺度飲酒，陣間就要出外景㗎。唔得啊，我好凍啊，我想飲啲酒暖下個身啫嘛。飲酒可以暖身，堅定流啊！堅到冇朋友啦！我聽啲老人家話咧，一到冬天嗰陣，佢哋都會飲幾杯白酒先出門㗎，咁樣可以暖身㗎嘛。喂，咁如果係咁，飲熱水都得啦，一樣興合合嘅。柏喬，你唔係話酒同水點一樣咧？點唔一樣啫？水係好表面嘅暖咋，而酒咧佢係由內到外散發出嚟噶嘛，而且仲好醉生夢死添。有幾醉生，有幾夢死啊！真㗎。不過我都覺得咁樣係唔可靠嘅。等我出去問一下啲街坊先。先生你好，我想問一下你咧，你覺得飲酒可唔可以暖身啊？飲酒可唔可以暖身？啊、一時一時啦，可能冬天好啲啩。可以啩，飲少少。可以啊，即係佢熱啊嘛，應該可以吧。哦，喝白酒可以啊。冬天一般都會喝點酒的，冬天一般喝白酒嘛。即係飲完酒，你會覺得暖啲啊？你覺得？會嘅。這個不知道，沒有嘗試過，不過肯定可以暖身的。嗱，我都話得噶啦，個個都話得。就咁定啦，我睇唔得，好冻，我要饮翻杯。咪住啊！我哋生活调查团嚟噶嘛，点可以人急我哋就当被吸嘅啫？我哋要通过实验咧嚟论证一下嘅，咁所以咧，马上嚟做个实验先。你饮酒，我饮水，到时实验结果出咗嚟，咪知道究竟饮酒暖身呢样嘢可唔可靠咯？唉，柏乔，乜你咁硬颈噶？好啦，既然系咁，我同你一於斗到底，等你输得心服口服。好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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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做实验嘅时间啦，琪琪做咩啊？你柏乔好冻，你做乜带我上天台啫？冻系嘛，唔使惊。我带你上嚟，梗系有好嘢益你啦。其实咧，我哋做实验嘅话，已经系准备咗一杯红酒啦，同埋一杯暖水啦，可以见到咧系一样咁多份量噶。咁我哋咧阵间就会饮咗佢，睇下个实验结果会系点噶啦。不过你好想饮咧，嗱，饮之前咧，我攞个法宝出嚟先。你做咩啊？嗰边。哇！哇！呢个咩嚟？呢个就系电子测温枪啦。阵间咧，我哋就会一人饮一杯嘅，我啊饮水，你咧就饮酒嘅。不过饮之前嘅话，等我测下你体温先咧。好嘅。哇！几多度啊？26.9摄氏度，睇嚟你真系好冻。咁嘅天气跑到天台嚟做实验，梗系冻啦！嗱，而家咧就要测下你哋喺常态之下嘅体表温度啦。琪琪咧系26.9度，柏乔咧测出嚟系26.1度。我仲冻过你。跟住落嚟，仲要测下佢哋嘅心跳啊！人喺正常嘅状态下，心率咧系每分钟60到100下嘅。究竟我嘅心率会系几多咧？我都好好奇啊！咁一轮测试过后，琪琪嘅心率咧而家系每分钟72下。而柏乔咧系每分钟90下，
既然我同你都正常嘅话，事不宜迟啦，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实验啦。你饮酒，我饮水啊。Cheers。清纯，柏乔你梗系清纯啦，你净系饮水啫嘛。你睇下琪琪，几秒钟嘅时间就咕一声拍咗成杯红酒，真系不愧为女中豪杰啊！一杯酒同埋一杯水咧就饮完啦，咁我自己咧就冇咩感觉嘅。采翻下你先，琪琪有啲咩感觉？嗱，咁头先饮完呢杯酒之后咧，一开始我系觉得好冻嘅，因为本身我今日系着咗两件衫咋。两件咋？系啊，咁头先饮咗杯酒之后咧，觉得喉咙呢度同埋肚呢度咧会有啲热地咁样咯，所以我依家都好好奇我嘅温度究竟有冇上升咧？想知道啊？哼，望下嗰边，系冇错啦，我嘅神器又出嚟啦，马上帮你测测体温就知道啦。哇，琪琪果然真的有效果喎，是 35.1 攝氏度啊，哇。哇，看你的温度真的升了，我都懷疑喝酒是可以取暖的啦。看來琪琪說得好像沒錯喎，他喝完一杯酒之後呢，身開始暖了，連塊面都開始變得紅薄薄了，體溫都從剛才的 26.9 度升到上 35.1 度，上升了將近8度那麼多啊。咁再嚟测试下佢心率啦。嗱，刚才咧就系每分钟72下嘅，咁净系饮咗一杯红酒之后咧，就升到每分钟129下啦，已经超出咗常人嘅心率范围添。咁而就系饮水嘅柏乔咧，体温同埋心率都系冇太大嘅变化嘅。睇嚟咧，饮酒真系会令到体温啦，同埋心率咧系会上升同埋加快嘅。究竟点解咧？系咯，点解咧？医生，唔该你话我知啊。喝酒增高体温呢，实际上来说很多人都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尤其是在天气冷的地方，那么北方的地区，那么大家都有亲身感受，寒冷的时候喝一口酒，马上觉得身体会暖和一点。酒精对我们人体来说它可以提供热量，但是呢，酒精对我们身体来说是一个无用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喝进的酒精它可以产生热量的代谢，但是呢，它不能用于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和组织或者一个细胞或者是一个成分的合成，所以呢，喝进去的酒精直接就当做能量代谢，那么这个能量代谢速度是很快的，所以你喝酒很快就会感觉到身体发热。哦，嗱，我明白晒啦。原来咧，医生所讲咧，饮完酒之后真系会令到心率加快，同埋会加快血液流动嘅速度嘅。流动速度快咗，咁自然咧就会觉得暖啦。嗱，柏乔，呢轮你心服口服嘅啩？嗱，如果大家喺冬天觉得冻嘅话咧，不妨饮翻杯酒系可以暖身噶。No， 想知道究竟饮酒取暖呢个方法可唔可取嘅话，我觉得咧都系要睇下究竟可唔可以长时间 keep 住呢一个嘅热度嘅。如果想知嘅话，不如咁啦，我哋唞半个钟。半个钟头之后马上就来测测究竟这个方法可不可取啊。唉，既然是这样的话，不如我们先看看风景先好吧。好啊，哇，有飞机啊，看有飞机。抢一声，半个钟头时间到了，喂，事不宜迟了，马上就拿我神器出来再跟你测测了。而家我哋見到咧，琪琪嘅體温咧係 25.5 攝氏度嘅，即係話咧低過你第一次喎。係喎，第一次係 26.8 攝氏度，係咪啊？相對低啊，不如咁啦，而家咧到你嚟同我測測。係啦，睇下你嘅温度有冇變化先。係啦，我哋可以睇到柏喬嘅温度係24.4攝氏度嘅。同之前冇乜變化喎，我就變化差別唔係好大咯。係啦，我變化就唔大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咩感覺咧？其实咧，我依家觉得有啲冻，但系头先又唔好意思问你借衫啊，可唔可以借件衫俾我咧？唔系啊嘛，系啊，感觉会比之前冻咗咯。点解会咁嘅，医生？如果要想喝酒保持体温，那么这个意味着一点，你可能得必须得坚持喝酒。那么就是说，你只要不停的喝酒，那么它就可以保持你的体温。但是这个叫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在考虑你的身体耐受，不要喝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喝酒产生热量以后，我们身体发热，发热以后它肯定会从我们的皮肤把热量散走，那么这种情况下才是要的一个发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之中，一旦我们停止了热量的供给，就不喝了，这个散热的过程不会马上停止，
那么它还继续保持散热的状况，尤其是刚喝完酒马上热，然后再散热的话，这个体温对比会更大一些，所以会感觉着更容易冷。所以话咧，靠饮酒取暖呢个做法咧系唔科学嘅。一到冬天，大家都习惯饮酒暖身，有啲人啊饮起身啊冇个停嘅，饮酒过量会导致唔少悲剧嘅发生噶。咁医生咧提醒我哋啦，冬季饮酒每日咧系以50克以下为佳，白酒嘅话咧最好控制喺30克左右，饮少少好啦。而肝炎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以及系营养不良嘅人咧，应该要同酒精讲拜拜啦。嗱，雖然咧飲酒唔可以取暖，但係咧從古到今，中國咧都有呢個酒桌文化嘅。特別到咗年底啦，各種聚會慶典接踵而來，好多人咧都會買翻啲好酒嚟宴請客人嘅。咁但係最近咧喺微博有位粉絲咧就 at 我哋，佢咧就話佢最近買嘅幾支好酒咧，一打開成陣怪怪地嘅味道喎，同佢之前買嗰啲完全唔一樣。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咁佢咧就希望我哋生活調查團可以幫佢調查下。咁但係我個人唔係好中意飲紅酒嘅喎，啊有啦，揾嘉嘉，嘉嘉最中意飲紅酒噶啦，等我調查一下先。紅酒係真係假？點樣辨別呢？呢、這個對於平時唔飲酒嘅琪琪嚟講，真係有啲為難。所以琪琪馬上求助咗生活調查團嘅紅酒專家阿嘉嘉，等佢幫手調查清楚呢個紅酒到底發生乜嘢事。對於上面嘅呢位微博粉絲提出嚟嘅疑問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心驚驚嘅。皆因咧，我平時都會飲下紅酒咁，因為飲紅酒可以養顏美容啊嘛。但係而家市場上係咪真係存在一啲假嘅紅酒喺度銷售緊咧？我哋馬上嚟調查一下啦。調查員喺網上一搜，哇！大量嘅假紅酒新聞衝擊住我哋，咁多假紅酒新聞，唔知道身邊嘅你係點睇咧？咁到底市場係咪存在住假紅酒呢？佛山近日查获的30000多瓶假拉菲等假冒名牌红酒，涉及商业金额上千万元。在长岛路口呢，查处了一个制假红酒的黑窝点。警方破获了一起案值超千万的假冒名牌红酒案。你惊唔惊市面上会买一啲假嘅红酒啊？哦，惊啊！觉得应该很多吧？不法的那些商家就会，卖一些假的。你对红酒有没有一些什么认识呢？没有，只有没有。睇年份咯，或者睇佢嘅牌子咯，价钱咯。首先要看年份吧，然后什么色泽，就具体怎么分辨那个品质，我也不太清楚。大部分街坊都相信市场是有假红酒的，又不知道怎样辨别真假。那广州市场到底有没有假红酒呢？我们调查员来到一间专门批发红酒的档口，价格呢从10几元到50元不等。从酒樽的外观上来看，这些红酒的外观包装、装饰图案、印刷风格设计、文字和字体的排列、整体色彩布局都非常相似，就连防伪标签都有。而问到这么便宜的红酒喝了对人体有害的时候，档主呢他是这么说的。调查员决定从红酒批发市场买两支不同品牌的红酒，至于是否真红酒，我们还是无法证实，于是我们决定走访一间正规销售红酒的酒窖，咨询专业人士。我们就想知道这些酒是真定假的呢？如果只是从这个酒标来讲，这两瓶酒呢，这酒标不是那么完全的，它的要素这个其实打字是法国，但是呢它那个条形码呢是六字开头呢，应该就是属于在国内生产的。咁呢瓶呢就连背标都冇呢，就唔係咁規範囉。室嚟睇呢，呢支酒应该係属于档次就比较低囉。佢係用咗个最犯咗个最低级嘅错误，佢係用咗塑料加泡沫嚟做个瓶室。咁呢佢就肯定就係属于合成嘅木室。我饮完之后觉得会甜，那种甜不是自然的甜，是有一种糖精的感觉。这一瓶呢，因为几年背标都没有，我个人会认为它可能是假酒。这一瓶呢它是有背标的，但是它呢就存在很多逻辑上的矛盾呢，我就会认为它是系列的酒咯。
经过余先生的辨别，我们送来的两支红酒，无论从包装还是酒色、成色、味道，都和真正的红酒是有差别的。那到底这些价值十几元的红酒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有些直情就是在国内就是用工业的材料去沟兑，亦都会用那些葡萄渣美化一下它，等它有少少葡萄的香味。红酒的生产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过程，加上税费、市场推广费等等，成本是比较高的。假冒伪劣红酒不需要支付这些成本。为了更加全面地深入了解到真假红酒背后的真相，现代食品工程研究院曾教授为我们解答。曾新安博士，博士生导师，葡萄酒国家评酒会员，从事酒业研究有二十几年。如果说是勾兑酒的话呢，因为通常说了，我们就说三斤一水就可以勾兑出来看起来有点像的这么一个葡萄酒。我们说的三斤就是酒精，因为是酒嘛，香精，然后加色素，然后就是水了，就可以弄出一瓶葡萄酒出来了。为了更好深入了解到假红酒是怎样兑出来的，调查员决定按照曾教授教的方法自己兑一次红酒，再请四位红酒爱好者进行鉴别。一般我自制的葡萄酒就大功告成了，真的非常有葡萄酒的味道。不知道广大的小市民会不会被我这一瓶的嘢呃到呢？从家家兑出来的红酒的外观来看，已经和真正的红酒差不多，并且散发出葡萄的香味，混合住酒精的味道，整体感觉酒香浓郁。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辨认出来呢？嗱，接落嚟，我哋将家家兑出嚟嘅假红酒混入已经准备好嘅三杯红酒当中，其中一个杯入边 A 倒入市场买翻嚟嘅红酒 ，B 咧倒入家家兑出嚟嘅假红酒 ，C 倒入真正嘅靓红酒，然后再请四位红酒爱好者进行鉴别，睇下到底可唔可以逃离佢哋嘅法眼。经过的我的观察跟闻起这种香气，我感觉A 应该是真酒啊，因为有这种葡萄酒特有的那种香气芳香啊。B 呢也具有葡萄酒的这种特有的香气啊，包括色泽这些都具有这种典型性的。然后 C 呢香气特别浓郁，香气特别浓郁，应该是一款比较好的酒。我可以断定 C 肯定是一款质量比较好的酒啊，但是 A 跟 B， 我就不能够判定，这两个酒到底是哪一个好，哪一个差。从感官上来说的话，这一杯应该是比较，相对于三杯来说，这一杯应该会算是比较好一点。如果这一杯的话，感觉比较鲜艳，这个颜色有点不太像真正的这个葡萄汁。这边从颜色来看，感觉透光性比较差。如果排好坏的话，这边应该是第一。第二，这边应该是最次了。我个人感觉啊，对。我就看一下形态，跟闻一下气味。我觉得话，可能 C 应该最好的，然后的话是 B， 最后是 A。就是它那个果香味会很，会浓一点。那个 C 没有 A 和 B 的多。就你认为 B 是最好的 ？B 是最好的，然后这是 A， 这是 C。经过鉴别，就有两位红酒爱好者被调查员家家兑出来的假红酒呃了。咁到底假红酒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分呢？葡萄酒的真伪的鉴别啊，比如说它的这个颜色，假酒来说加的有可能是合成的色素啊，也有些天然的色素也有可能。假如它是合成的色素的话，我们在碱性的条件下，它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比较稳定，颜色不会变化。但对于我们真酒来说，因为它的颜色主要是花青素的颜色，所以说如果在碱性条件下，它有可能呢，它就会变成这个蓝色调。所以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实验。好。曾教授将三杯红酒分成两个小组，第一组呢是实验组，另
另一组是对照组，然后将实验组入面对上氢氧化钠溶液，看看有什么反应。这个变化不太大，这个轻微的有一点点变化，但整体出来这个是红色调，但这个的红色的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了，变成了一种蓝色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两种都是用应该说叫合成色素调出来的。看完这个红酒实验之后呢，观众可能疑惑了，还怪就平时买红酒的时候不可以打开它的，更加不要说随身带着一些碱作为辨别。那我们在购买红酒的时候应该怎样分别红酒的真和假呢？看一下它那个中文的标签是很清晰的，知名它的品种、原产国，同埋呢最重要它是它经销商那个信息是非常清晰，地址电话，它这个在国家嗰个红酒相关嗰个进口嘅检验机构咧系有备案嘅，所有资料要备案嘅。好香。系咯，有自然嘅木头嘅香味。我见到啲颜色好通透啊，同嗰啲都。系啦，咁咧就要喺光线下边嗱，你哋咁样咧，你就睇呢个酒嘅边缘咧，你就会睇到，嗰个酒嘅颜色系透亮嘅，咁咧就比较自然嘅。如果系你一开瓶酒。咁你一睇嘅時候已經好多雜質咧，咁就證明呢瓶酒係有問題噶啦。嗱，你飲完之後，你個口裏邊仲會有果香味，同埋咧會有少少即係嗰種澀嘅感覺，嗰啲就係屬於單寧。嗱，調查到呢度咧，我哋可以發現市面上咧的確係充斥住唔少嘅紅酒嘅，咁所以咧大家購買嘅時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啦。好啦，今期節目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